我和大家说，我就是喜欢到他们什么程度呢？在他们还这么大的时候，我就每天都看，盼它长。你看我这真是长了七八年了，我就是连做梦都想搬家，都想带着他们走。你看，真的，我就觉得很心痛。我知道它只是植物，可是它对于我来说呢，它不仅仅是植物，就是真的很心痛。你看，我这根都，我真的就是。还好，希望不要死。我今天问我同事来着，我同事说不会死。哎，你看，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哎呦，说让我泡到水里，我试一试，泡到水里来。到明天呢？到明天再给它丢到一个盆子里。我想去租一个 lockman， 然后那里可以种自己喜欢的东西了。就我同事说的，泡起来。泡泡看，千万不要死啊！我爱你们，千万千万不要死啊！千万不要死，真是，哎，真是千万不要死！我真的是，千万不要死！你看，真是我都多大了，这，我这都多大了？哎呀，我应该把这个剪一下，很心痛，很心痛！哎呀，你看。我都很心痛，千万别死。这样抛弃。他在这，他自己又长出来一个豆子，你看，被拔了。哎呀，这，天哪！天，没想到救了他一命。我不知道把他藏哪。藏哪呢？我是真的很心疼。你看我这，哎呀，你看我这根。都长了七八年了，真是。那个漏让我想起花好月正原理，就是周莹她不未闻知道她周莹怀了孕之后，那个谁吴聘死了，她就说，哎，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今天就想了一天，在单位我同事和我说把它泡起来。你看这个，先往这放放，亲爱的，先待在这哈，千万别死，我真的很爱你们，千万别死。我就看到他们被蹂躏之后的心情，我有一点真是，就好比是自己的孩子被人迫害了一样，我真的就是很心痛，真的很心痛，真的就是没法说，话都话。你看这根长的都七八年了。一定要活过来哈！一定要活过来！阿弥陀佛保佑你，啊，保佑你。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你看我这个马上就真是就和孩子似的，马上就生出来了。他给我硬祸害了三个四个头，你看，哎呀，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说，我心里真是就和杀了一个人一样，太坏了，坏。哎，
就是我喜欢的那个花，也是我很喜欢的，可是它的根我就没找着多少。它的根我知道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还能活吗？就是这个花，以前全都被它弄了，以前在这儿的一大片很漂亮的，全都，这个可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真是对不起啊。我给它也泡到水里，看不清。我本来呢是没打算和我同事说的，我这不周一去上班，我同事都说啊你周末愉快吗？我说啊很愉快。其中有一个女的呢，她就得病了，一开始胃痛，后来又牙痛。她和我关系也是挺好的，她站在自动收款台那儿，当时我和她站在那，我就发现我们店里现在就卖那种的小小盆子装的花，我是要是看它干了，我会主动给它浇水，我不想让它们死。他们就卖那种2磅钱的那种的蕾蕾，也是百合花，和我这个不太一样品种。我这个最好了，就是很香，就是那种香水百合，那种的没有香味，我也种过。我来了浇水，就是浇了以后，我同事说他以前在 Garden Center 上班，就是花园中心，他说就是这么浇的，我把它放到那种的黑色的桶里边泡着，上面再浇点。他说你这么喜欢，你去买一盆嘛，而且我们有打折。我说哎，我说我家里真是有，我说还真不是钱的事儿。我就和他说了，我就说你看他不让我种，给我拔出来。他一听也很难过，他说他在 Garden Center 上班的时候，他喜欢那个 Snowdrops。有一次他们 Garden Center 来了货，一个员工呢比较大马哈也好，还是新员工，不知道里边有，居然当成空的，因为很轻嘛，给丢出去了。他说他都哭了，哎呦，当时我和他也比较谈得来，因为我和他呢就觉着这些东西都是有生命的。我不在乎这个东西很挤也好，我就是不能就是把它就杀掉。我买的东西，包括任何一个物件都会很仔细的去用，除非就真是坏掉了才扔掉，不然真的就是能用一辈子。植物也是真的有感情，就是从它这么小就开始出来看哈，就是很有感情。他就和我说，他说不行的话，我给你在外面另外一个同事还可以租一片地，一个周才1磅钱，那还拍过哈，就是那种的 lockment， 那一年不就才50几磅。我说那太好了。结果我吃午饭的时候，我就上网上去查了一下，还没查着，我同事说给我查查看。我回家的时候呢，我同事说你把它泡，就按这种方法泡起来。哎，说先种到土盆子里也好，你以后租到地以后再租到地里，没有地呢，反正我是不想让它死。那个坏人看了我在那弄吧，还说啊，我允许你种了，你可以种到底。我是这样打算的，我真的就做梦都能梦到我的植物，就是我的母一颗牡丹，我的这些，我这些百合，还有我的就是它被它拔掉的那一大捆那个剪花，大家看我影片都知道，持续时间还挺长的。我做梦都想搬，带着他们走。我还比较担心的就是，要是我没了的话，比方，下它在以这些植物在以后的年里会不会也遇到一个很喜欢它们的主人来照顾它？当然，这可不是我关心的问题。可是我有的时候就会想，我就希望这些植物能碰到一个真正爱它们、关心它们的主人，不要就是扩建房子，sorry， 千万不要扩建房子就把它们就把它们挖出来扔掉。我觉得那凡是我买的，我真是都很有感情，不想让他们死。就是做，不是回到家以后呢，我同事给我发信息，我说我已经泡上了，你看看。他说他看了都觉得我这植物，他说他都哭了。我相信他也是非常爱植物，他和我一样，他也觉得植物都有灵魂，他是这么一个人。我也说，我也会希望你的病情早点康复，牙齿早点好起来。现在英国的牙医呢还没有上班去，他就是让他吃 paracetamol， 这样不停的吃了，说不管用之后再进行急诊。我说你赶紧打电话吧，不行明天就开始急诊。还有最近比较担心的就是刘姐，希望刘姐呢也祝福你早日康复，真是祝福你早日康复。
看到的人，我们大家都祝福你刘姐，你要看身体一定也要好起来哈，一定好起来。还有自己关心的所有的好人们，家长一定要身体健康，网友也是永远幸福。我明天看看，我这个应该死不了，你看我那根系都那么发达。哎，就这么说说，现在几点了？快12点了，我剪一剪的传上去，明天看看。哎，应该死不掉，应该死不掉。